大家好，我是瑞姐。走在日坛公园，总会有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或近或远的地方传来。循着歌声，我来到一座亭子下，几位退休老人正在边舞边唱。我们先听一小段饱含深情的歌，然后再听两位外省来京的老人讲述他们不一样的生活。一分钟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，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，我不想说再见。心还有多少话已没说完，怎么上北京来的？看孩子呀。啊，看孩子。对呀，我看孩子。啊，现在看孩子呢。对，孩子现在大了，上初中了。上初中了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做饭，买菜做饭。啊。唱歌跳舞。啊，唱歌跳舞。对。这晚年生活挺好。我们就爱好这个。结识的新朋友在这。对，幸福在哪里？我是东北的。您是东北的，告诉你也是来看孩子。他不在月光下，也不在睡梦里，他在热热的工作中，他在热情的科学里。啊，幸福就在日坛的公园里。唱的太好了，心态都挺好的哈。那你们觉得？多大年龄才算老年呢？哎呀，多大年算老年人啊？不老，不老，动弹不动就算老年了。二位多大年龄？永远不老，永远不老。心态不老就不老。那您的实际岁数现在有多大？69啊。69。对，这位大。我70。70。嗯。都不觉得老。嗯。是吧？不老。心态好。心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，永远也不老。心态不老就不老啊！啊，心态不老永远不老，永远不老。对，你就是身体老了，心也不老啊，哦，永远是年轻的，永远年轻的。对，这个大概也是来看孩子的。对，哦，享受晚年呗，在这里。从东北到北京啊，您从成都到北京。对，我是北漂。北漂，您是怎么认识的？说说。歌声啊。歌声啊。这两个是歌声把我们连到一起。是吗？嗯。在哪唱歌？唱歌就唱在一个团了呀。啊，哦，哎，就在一个团里边，就是吗？就是一开始唱歌，我们就是各个公园溜达，有团的在一块溜达玩唱，就是队友，哎，就是战友了。啊，哦，现在又结伴出来玩。每天都在这儿啊，哦，每天我们俩都来。您都是退休的吗？对，早退了，早退休了。对，嗯，60岁退休啊。那个，老家退休金给在这边消费，不觉得吃力？北京生活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嗯，不算高，不算太吃啊，不算太吃，只要不上饭店，当然比我们成都高的高些，是吧？嗯，只要不上饭店，都差不多少，都差不多少，啊，上饭店就不行了，是是，他这太悬殊了，自己做饭自己买菜就不贵，就不贵啊，而且还卫生干净，对，是的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带着孩子哈，我们的生活一天就是做饭。买菜，对呀，我们现在就看孩子，不感觉老，是吧？剩下就不感觉老，没有老的感觉，没有老的感觉，对我啊，挺阳光的，比较不怎么好了，是吗？啊，岁数大了，折了，正常。嗯，跳舞有点这样那样，跳舞跳起来不好看了，很正常。唱歌唱起来好听，啊，不行，好听好听。嗯，就是他唱着玩还行啊，挺好听的，挺好的。您觉得来了北京以后适应吗？还行，北京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空气好，空气好。它不像我们成都潮，北京很难看见下雨呀。东北空气更好，空气负氧离子比较高。东北也干燥啊，不干燥。它的那个树林多，对，森林多，草地多，对，草地多，就是庄稼地也是多啊。北京树也多呀。您来到北京以后，觉得朋友多吗？我在哪儿朋友的多？是吗？开心快乐的，我们这个性格，谁都喜欢，走到哪儿到处是朋友。哎，对，要不了几天，要不了多久，一大群，很快就适应了哈。啊，对对对，将来就准备在这儿养老了。嗯，
不，我不准备养了，我还不准备，还得回家，还得回家。哦，孩子大了，为什么我们了就回家？为什么还得回去呢？还是故土难离呀、啊嗯。哦，跟孩子住在一块儿，始终不，还是不如自己自由哈，不如自己老窝。啊，不如自己的老窝。嗯，家里还有这么多老朋友了。啊，你生活习惯吧，也和年轻人不一样。啊，对，没错，故土难离，说的对。对。二位都退休，退休金高不高？退休金还不算高，比北京人低多了。是吗？对。大概有多少？有四五千。嗯，六千多吧。啊，六千多还低吗？我才四千多。六千多、啊、这都不低，都能随上了。我们算老人，如果算这，如果我们单位我们中，这是在北京的话，八九千呢。退休金都得八千以上到一万。哦，是吗？您是做什么的？事业工人呢？事业单位工人。哦，事业单位工人。这大哥呢？我呀，老警官了。哎呦，四十三年工龄。哦。好、啊，六千多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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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北京能随上了，够了。像您的都够了。这些工资吧，在哪块都够用，在哪都够用。不够，只要自己做吃，花不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很好，花不了。嗯，祝您在这儿生活愉快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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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bye， 拜拜。多么乐观的老人，望着他们的背影，耳畔回响着那动听的歌声。是啊。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，今生短短一面，都是或深或浅的缘。不同象限里的点线面，在时空运动的交集里相见，不早不晚。时光走远，丢下一封封留不住的缘。感谢生命中所有温暖的邂逅，珍惜每一场美丽的遇见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瑞姐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